其实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朋友选这首年少。Happy New Normal， 你好，我是 AB 哥培勇。因为之前行动管制的黑皮在家推了整整3个月，天天浸泡在早上8点才睡，吃饱没事耍废，傍晚才肯起床，没事肯定赖床，以畜生道来回反复 U turn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哥竟然悟出一些心得跟道理，原来耍废也可以这么开心。所以黑皮决定，我还是要从畜生道往返人间。哥决定要干大事。黑皮一直深信呢，上天是公平的，每当他关上你的前门。有时候他也会顺手连后门也一起关上。所以 AB 从小呢就有两件事情是永远学不会的，第一舞蹈，第二就是乐器。跟这个音乐节奏有关的我都是拉啪。那 AB 应该选择挑战舞蹈还是乐器呢？看着这个影片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是没有用的，因为黑皮已经做决定，我选择乐器。那这个乌克丽丽呢，是黑皮在念大学 degree year 2的时候，为了 impress 一个女同学就买了。结果这4年来，她一直都是我家的装饰品。好了，我们要认真做这个 experiment， 看看一个零基础、完全不会乌克丽丽的朋友，有没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学会自弹自唱一首歌？我是觉得 maybe can， maybe can 的。我已经充满力量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先去睡觉，我们明天早上一早起来，我们开始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早上7点。昨晚睡觉之前呢，黑皮就有上网找了一些教学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。这首歌乌克丽丽弹只需要4个chord就 set 了。学会这4个chord，基本上你就一定会这一首《少年》。这样多个版本当中呢，这个最让人赏心悦目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。今天要教的是梦的。Man。是不是听不明白？用眼看人就好。所以刚黑皮一直讲的4个chord呢，就是 C G A Mi 还有 F G 呢，是我觉得目前最难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手真的很像会抽筋这样。所以黑皮决定用一整个早上的时间，先把这4个chord练熟。跟你讲什么饼什么弦呢？四饼什么三弦呢？你会乐器的吗？笨的。啊！这样会乐器的男生是不是特别帅？喂。冬天那个少年。现在是下午2点多，刚吃完午餐，真的很想睡觉。我们继续练习啊 ，strum 更难的感觉啊。下下切上，上下上下切上，这个节奏就非常难。你也知道难？我决定我要找我的音乐老师求救。Danny Danny。I need help。看了那么多个教学，玩了这么久，我大概试看一点点啊。走音，要按很紧。中年那个少年没有，我不会这边耍。哦 ，Danny 直接 send 我 tutorial。Oh my god。Oh my god，Danny 这个strumming容易很多，200倍，我们就学 Danny 的这个。下下上上下，换种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，放弃这种天气就会变得不错。弹已经很难了，自弹自唱很难。我今天大概算一下，我从早上到现在，我已经练了差不多23个小时。如果满分100分的话，黑皮目前的进度大概有三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觉得大概有50分左右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把整首歌给弹完了。但是如果要自弹加自唱，我觉得真的 impossible。20小时之内，我觉得做不到。我觉得起码要给我多3天。所以如果真的要自弹自唱整首歌，我觉得一定要有朋友帮忙。我决定等一下晚餐之后 call Danny， 叫他来亲自教我。那我就有信心，20小时之内能够完成自弹自唱的这个任务。没有讲要几个人唱，对不对？Danny 到了 ，Danny 到了，我准备了这个灯去迎接他。Hello， 咦哟咦哟，啊，一波二波新年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希望你们可以大半夜这样精神呐、你已经30多岁了哦。Danny， 我一叫你就来哦，真的啦，我还以为只有一叫你才来吧。Hi everybody！ Yeah！ Welcome to my channel。这位呢就是我的乌克丽丽老师。当然，我的老师在这里当然是肯定的啦。那请问你在那边做什么？我是他的老老师。什么叫老老师？就是老师的老师。对。哦，施工。对。哇哦，施工是。讲一下施工，你最擅长的instrument 呀、才艺是什么？maybe 来、就是我会 mix 一些 music。music 呀。就是你听他放。咚
玩了半天乌克丽丽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其实要弹哦，只要你专注，其实可以做到。但是自弹自唱是不可能会发生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你就这样，我还是从前的少年。来，试试功来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老老师表演。我还是从前的少年。你变500了，你变500。所以真的，我觉得不然一边烫一边烫。一边弹一边唱，其实真的要需要用到很多不一样部位的脑部。很多不一样。哎，脑部有分前后左右的 ，OK OK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。怎么做到 multitask 这个东西？ multitask 真的，一开始我也是练了很久。不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一个正常人，像我们这种完全不会乐器的人，你要学自弹自唱一首歌，不是我们，我，你失控了，厉害。大概要多久时间？两个月，至少两个月。两个月学一首歌，差不多。这样笨啊你。我还是从前的少年。谢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哇 ，Danny 真的很过分，他随便这样子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像他这样的歌声，不用担心啦，他反正怎样唱都差不多这样。所以能够去到 Danny 这种歌手级的 level 呢，真的只有多练习。最黑皮渴望学习的这个理念呢，跟 Lanesh 刚好相似。Lanesh 什么 Lanesh？Lanesh 人的皮肤呢会干 ，Lanesh 呢就是渴望让你的皮肤，我还是从前那个Lanesh，让你的皮肤更加的保湿，渴望水分啊。那像我们人也是有一些渴望的事情。其实我跟长乐比较渴望 Lanesh 可以找我们。是啊，他的皮肤这样子吗？长乐这样黑啊！这时候呢，我们要 product placement 哦，意思意思放后面了，我们就继续啊。哇，我一点都不怕笑的，不怕笑。长乐，你过去一点，不要挡到 product。所以 Danny 刚你讲 multitask， 所以 multitask 很简单。我们来考你啊，如果你 multitask 不到呢， Lanesh 你请找我。这个是我的业费，怎么变成他们的业费了？很简单，这个直接脚敲两下，拍手。你很老实。一二三 ，Go。脚敲两下。啊，你的手不能这样子，你的手一定要放下，就是脚跟手要分开的啊。怎么样？你看啦。来到长乐低半身，不对不对，如果我做不到这个东西，蓝烈请找我。如果今天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了，我一定要自弹自唱的话，有办法吗？没有，有啊，你还在学多两个月。凭良心，你看了我录给你的 WhatsApp 版本，觉得我的成长 OK 吗？其实有进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弹那个噔噔噔噔是有一点不稳啦，后来是 OK 的。那影片失控也是有看过的。哎，我没有 send 过给你。不过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朋友要选择唱这首《少年》年少的少年？少年啊，年少。少年有为。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朋友要选这首《年少少年》。其实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朋友要选这首《年少少年》。其实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不要写这首少年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少年讲对了，因为少年呢，要用吉他弹比较好听的，乌克丽丽有一点单调啦。不过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选少年吗？因为少年蓝内什，什么鬼？就是你多老，你用了蓝内什，你都会变成少年。快给蓝内什找我，找我，这是我的业费，不是他们的业费。不要讲这么多，我们马上开始。讲快就开始，开始了。时空教过他一个不一样的玩法。来，什么？先开始。My test。你在拍？来准备啊，三二一 ，Go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一个人做不到，我觉得我要把他们两个也拉进来，结果竟然完成。我明明要很浪漫的唱一首歌，结果给他们弄到变成一个喜剧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啊，不要乱吵啊，来准备好了。自己变得快乐，放弃执着，天气就会变得不错。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，爱等什么就对的选择。
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啊，在你手上，我知道你爱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，时针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，你只是向前走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不得我就失去未来。Oh my god， 我也只爱上他，只是代表大声喝了几罐药水，中了魔法，只想溜溜达达，还是不想回家。I'm yours， 我一个一个一个的点，就一杯一杯一杯颜色，请你爱体谅我。我躲过、避过、闪过、瞒过他是谁。什么是渴望？简单来说就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是一种敢于拥抱改变的思维。我们不会的事情太多，担心的顾虑更多更多，但是我就是想要尝试改变，而这就是我的生活激情，我的渴望。就像 Lanesh Thirst for Life。Are you listening? Damn.